欢迎收看109年4月10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109年第一次教育审议委员会由市长韩国瑜亲自主持，除了强调兴办教育跟照顾弱势的重要性，也期盼透过教育让下一代更有竞争力。配合铁路地下化，市府水利局为改善左营一带交通，优先填平左营地下道，并将新庄一路、胜利路、美术北三路和民传路打通，其中美术北三路第一阶段宣布开通。为减少新冠疫情冲击店家业绩，市府发起暖心相守预购活动，受到广大回响。根据经发局统计，目前有超过400间店家参与，希望鼓励更多人投入，一起共度难关。高雄市长韩国瑜主持109年第一次教育审议委员会，他表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韩市长除了强调兴办教育跟照顾弱势的重要性，也期盼下一代更有竞争力。会中韩市长也颁赠聘书，感谢委员的持续投入，希望透过各方面的指导和参与，为高雄教育注入崭新的活水和生机。高雄市长韩国瑜10号上午亲自主持109年第一次教育审议委员会。谢谢所有我们教育审议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各位教授、学者、专家、家长代表，大家早安，大家好。过年到现在大家都很闷哈，所以先大喊一声大家好，把情绪嗨一下。韩市长刻意拉高音量，也感谢在场的审议委员继续投入指导参与，并为高雄教育注入崭新的活水跟生机。第一个就要打好教育，第二个深深目标就照顾弱势。如果这两个目标我们没有办法达成，所有前面的努力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到最终这个城市的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大家开始茫然，开始忘记。所以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没有办法把教育办好，没有办法照顾弱势的、真的辛苦的人民，我觉得政府就是不及格的。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吴荣峰局长以及各位在座所有教育审议委员会，愿意投入我们高雄下一代的孩子的教育。我们这一系列的作为，就是希望把教育办好。不客气地说，高雄市甚至放大一点看，整个台湾，我们国际化的脚步已经慢了20年。市长表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兴办教育跟照顾弱势的重要性，也是两个不敢忘记的目标。会中他强调，在目前疫情冲击下，学习不能中断，市府将做好远距教学、爱心餐券及相关配套的准备，照顾弱势族群不遗余力。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这些小朋友要远距教学，没办法上学，这也有代表他会饿肚子。所以我们吴局长这边已经开始统计，大概会有20000多个孩子，每一天20000多个孩子可能会饿肚子，所以一面要他们在学习上不能中断，一面在物质上要能够满足他们最低限度的需求，这方面我们都在做，也跟教育审议委员会来报告。那这次的疫情的冲击，大家也都了解，看不到尽头，所以未来它冲到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冲到一个社会的结构影响，以及一个城市的影响，再分细项到了教育上面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可是这里呢，我们做好了远距教学的准备，以及所有相关的配套。致辞结束后，韩国瑜市长也逐一颁发聘书，同时赠送每人一张由特教生高金宇作品授权制作的一卡通，期待透过各方面的指导参与，一起为高雄教育努力。记者高雄综合报道。好，谢谢。高雄铁路地下化后，又有一条贯穿铁路绿园道的道路通车了，就是美术北三路连接民传路。副市长李四川在通车仪式上表示，美术北三路通车之后，可以便利两边交通往来，未来左营计划区段还将打通新庄一路和胜利路，大幅提升通行的便利性。正式通车。在副市长李四川和市府水利局、公务局以及市议员、里长等人共同见证之下，车辆可以直接行驶美术北三路，穿过马卡道路和铁路绿园道，直通民传路。在相隔这里的接通，大概隔了50年，这工程这30几年来通车上短的一段啦。
我唔捌通车过这地啦，吼。两条路贯穿的距离虽然只有短短55公尺，但水利局是在今年一月开工以来，紧盯工程进度之下，第一优先打通的道路，之后也将打通新庄一路和胜利路。那这个开通之后啊，对这个我们原来这个铁道两侧的这个居民啊，其实他对这个交通上面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新庄路那边，我们也是希望六月份也能够打通。不过，那边是因为有这个左营的这个旧火车站，那这个部分有文化遗址的问题，这部分我们会跟文化局一起来好好的把这个文化遗址来处理好。那希望在六月份就能够顺利来开通。美术北三路打通之后，最开心的就是住在两边的里民，不但节省往来交通的时间，对区域经济活络也有很大的帮助。汽车的话当然是很方便。那差不多要多个5分钟时间，哎呀，机车差不多将近快10分钟，哎呀，才能到对方。隔开两边，一边敢那像美国，一边敢那像非洲，哎，即马安尼来，算讲两边没有距离，安就无迄个隔阂。铁路绿园到左营区段两个路口先后打通之后，左营高架桥是否拆除，是否将进行车流移转评估，再做决定。美术北三路，行车平安。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市去年的电动机车在限额补助下购车率还是相当高，有80%的民众在没有补助的优惠下还是愿意花比较高的费用换购电动机车。尽管如此，市府环保局表示今年还是会以并决算的方式编列加码补助金额，鼓励民众多多选购低污染的运具。电动机车外形鲜艳亮丽，受到年轻族群的欢迎，但是价位动辄7-8万，算是不小的负担。有人就趁着政府的补助，赶紧汰换二行程机车，换购电动机车，价格降到1/3。因为那个补助其实差蛮多的，对，如果说那时候降换下来79,800跟31,800，其实差了大概4万多块，快5万了。二行程机车一个大量的减少，从40-50万辆减到不到10万辆，也使得高雄市的空气品质呢大幅的改善。虽然有补助可以提高换购的意愿，不过市府环保局从历年的电动机车挂牌数来看，去年因为是限额补助，只有80%的换车族享有，但挂牌数还是超过前一年，增加将近3000辆。我想这可以证明说，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一直在跟民众宣传要使用低污染的交通工具，要这个节能减碳，要减少污染，其实民众是可以接受的。高雄市民的环保意识是已经起来了，大家宁愿就是即使没有政府的补助，还是愿意这个买电动机车。从数据来看，民众已经能够接受选购低污染但价位高的交通工具，不过和其他5都相比，民众还是抱怨唯独高雄市还没有提出地方政府的加码补助。市府环保局表示已经在研拟讨论中，不要让民众等太久，我们会把这个速度尽量的加快。好，目前呢，我们这个经费筹措以及这个相关的公文程序正在办理当中，我们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基金管理委员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并决算的程序，我们就会公布实施。也是希望还是会希望政府可以多少补贴一些啦。二行程机车减少，让高雄的空气品质慢慢变好，机车族感受最深。但是在购物成本过高的考量下，加码补助能不能再次提高换购的意愿，还考验政策执行和消费者心态。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市府为了帮助店家减少新冠疫情对业绩的冲击，发起暖心相守暨未来行动，呼吁民众以预购商品暨杯的方式来支持店家。根据经发局的统计，目前有超过400多间的店家参与，其中3名区合堤社区在当地理事长和里长奔走下，号召许多社区店家加入，希望能够协助店家度过疫情难关。来到合堤社区开韩国餐厅3年多，这次新冠疫情着实给了吴小姐震撼教育，业绩跌到谷底，还好经发局发起暖心相守暨未来运动，生意才渐渐有了起色。这波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人现在都不太敢出门，如果我们能够透过
比如说我们政府哈、经发局的这个力量，然后帮助我们这些小店家，然后再配合我们合体社区发展协会，还有我们在地的里长，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的话，应该是可以对我们的业绩提升要有不错的帮助才对。除了公部门发起运动，号召民众支持社区店家，合体社区发展协会及当地里长早在疫情初期就开始串联周边商家，鼓励业者推出折扣优惠，并请居民用行动来支持。暖心活动这个活动因为才刚开始推行大概一两个礼拜，那有些店家也开始慢慢陆陆续续推出一些优惠办法，那我们希望用社区的力量来结合来做一个整体的包装，让更多的这个外来的这个在外不是在我们合体社区的这个居民也能够认识合体社区这些店家了啊，来消费这样子。这一次的疫情的配合，他也去访问了好几家，都很乐意的配合。我们持续在认真啊，请他们行动来支持啊，暖心相守，寄望未来，这个非常好。根据市府经发局统计，推出暖心相守寄未来运动之后，已经有超过400间店家响应，从餐饮、烘焙到零售业都有。合体社区率先号召店家动员，成果丰硕。合体社区是那边有非常多的大楼住户，那一楼就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一些咖啡店啊或者美食的名店，那我们也跟他说，哎，如果你们有一天因为这些店家撑不下去离开的话，你以后可能住家就没那么方便，走到楼下就可以享受咖啡或美食，所以大家住户也有这样的体谅，希望留住这些美食跟这些饮料的好的店家，让这个社区能够维持过去生活的习惯跟传统。合体社区居民店家相互力挺，由商家推出优惠方案，而民众用预购的方式来帮助店家，暖心相守，期待共同度过疫情难关。记者吴秉源、王思武，高雄报道。三民区一名70多岁的失智老妇人疑似想回到美浓的老家，趁着家人不注意的时候独自外出，民众看到她在街头徘徊许久，担心会发生意外，就协助报警，结果恰巧遇上寻人高手翁寻佐，一眼就认出又是这位老妇人，因为一年多前老妇人也曾经走失，被他寻找寻回。一接到民众报案，警方连忙赶到，因为证明满头白发的老妇人似乎有失智症状，在三民区立中路徘徊许久，找不到回家的路，警方就先将妇人带回警局。你没看到下，下列哪个？你厝的电话，你多加手机。回到派出所，寻人经验相当丰富的寻佐翁中平主动上前关心，却发现老妇人很眼熟，猛一回想起，不就是一年多前曾被他寻获的陈姓老妇人？那当时我是觉得那个阿嬷很眼熟啊，可是突然认不出来啊。那还好阿嬷她自己会写自己的名字，那么也是根据她的名字做一个比对啊，做一个比对之后查询，发现她的家属刚刚在半个小时之前啊，才在绝民派出所完成相关的报案程序。那我看着资料才猛然想起啊，这个阿嬷在一年多以前也有处理过相同的情况。经过一年多，没想到再度遇见老妇人，当时报案的女儿也赶到派出所，因为母亲早上8点多就不见踪影，找了4个多小时到警局报案，直到下午2点多接获警方来电，这才松了一口气。像有印象？有印象哦。你之前是在我们那里？对啊，妈妈又跑出来了，刚好又被你遇到吗？我啦，不是被我啦，是被这个啊，只我看到你的住址，他好像变了齁，比较瘦，然后对啊，那他女儿到他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也有认出我了，那他也是表示说真的很有缘啊，我不是明人在绝民派出所，怎么掉在顶山所还遇到，那我们双方是很有缘。那他也很感谢啊，那时候第一次处理的时候，我们有主动帮他申请安心手链。走失妇人的女儿不断感谢警方，好家在母亲很幸运，两次走失都遇上寻人高手，才能安全返家。警方也呼吁高龄化社会来临，为缩短走失寻回的时间，除了申请安心手链，也可以每天拍下失智家人的照片，方便警方迅速辨别。记者李嘉龙、罗少君高雄报道。
担心防疫期间在家里闷得发慌，不妨到户外走一走，爬爬山，还可以登高观赏猛禽过境。这地点呢，就在左营的半屏山。高雄鸟会表示，目前正是春季猛禽过境的季节，今年三月已经创下单日超过2000只灰面狂鹰过境的记录。接下来四月份是赤腹鹰过境的月份，预计场面会更加的壮观，请民众把握难得的赏鹰机会。位于左营和楠仔区交界的半屏山，目前为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的一部分，山上绿意盎然，生态丰富，吸引许多登山客健行。不过现在更是观赏猛禽过境的好地点，甚至有民众在登山步道居然就近距离拍摄到凤头苍鹰，直呼太幸运。老鹰，这鹰啊，对啊，没有错啊，凤头苍鹰。半屏山爬山还可以看到这种老鹰猛禽，哦，还好幸运啊。我给人家看，人家都说太幸运了。真的。嗯，哦，你看它会跳呢，不是生病哦。嗯、而且还这么乖。哇，好多人在拍哦。那所以现在来爬山，会不会想特别停下来，抬头看赏鸟一下？想啊。嗯。像举一个例子，在原生植物公园里面也有凤头苍鹰在筑巢繁殖，然后在中央公园里面也有记录过。那它开始已经逐渐的跟人的距离在拉近了，那表示它对有人的环境已经开始有一定的适应的程度，对，所以我们会把它想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这样。根据高雄市野鸟学会的调查，现在正是春季猛禽过境的期间，除了每年三月是灰面狂鹰过境的高峰期，接下来的四月就是数量规模更加壮观的赤腹鹰过境，民众可以把握机会上山观察猛禽迁徙的珍贵画面。接下来会有赤腹鹰的主要的过境族群会经过我们高雄市，那他就会选择凤山丘陵，然后选择半屏山，选择寿山这样子的低山的丘陵呢，去作为它一个过境的地方。因为它在都市里面迁移的时候，它需要一些这种低山丘陵的这种环境，当做一个停栖，稍微停留一下，然后再把自己的高度拉高。鸟会指出，半屏山有猛禽过境可回溯到1865年，当时英国领事斯文豪曾经留下记录。现在除了有赤腹鹰和灰面狂鹰等十多种迁徙性猛禽经过，还有大冠鹫、凤头苍鹰和松雀鹰等居留性猛禽，让半屏山延续猛禽迁徙旅程的百年历史。记者王思武、黄兰君，高雄报道。位在高雄港二号码头的战二库开幕欢庆两周年，特别和高雄市观光局合作推出特展，包括将高雄灯会典藏的灯饰结合纸雕艺术共同展出之外，也透过职人访谈引领民众领略高雄港历史的蜕变。全台最大活化老仓库赞二库推出周年庆特展，将高雄灯会中的创意灯饰、慢坡点舞和时光盐城典藏，并且结合纸雕艺术家和云林科大的创意灯饰联合展出，将赞二库打造成充满光影和视觉的海景美术馆。云林科技大学所做的慢坡点舞，最主要是希望把高雄四季的12种花语透过灯饰的方式传达给现场的民众，白天可以看灯饰，晚上可以看光影的变化，所以其实透过灯饰跟光影的感受，你就是仿佛在海景美术馆来看一个欣赏动人的演出。这边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高雄当初在早期蓬勃发展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那进来这个地方之后，其实看到它其实保留了一些历史的原貌啦，那其实我们很期待它会变成一个，它会注入一些新的人事物啊，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品牌。影片中访谈的人物都是进驻战二库的在地职人，有美食、工艺和文创界，希望透过经验分享，让更多人看见高雄港的进步和蜕变。没错，目前我们盘点的有10位职人在战二库两周年的这个展览，最主要是他们能够诉说自己品牌的精神以及战二库对他们来讲的意义，
还有他们对于战热库未来的想望。目前战热库的话有总共80间的专柜，那我们希望透过母鸡带小鸡的这样一个老店带新店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品牌、更多的新创团队来战热库被人看见，能够也把战热库推向国际。位于高雄港边列为文化资产的仓库群，见证主港111年，走过岁月沧桑，活化再现风华。战热库邀请您一起进入开放空间，欣赏波光灿灿的港滨海景，让身心都舒压。记者王思武、黄兰君，高雄报道。全民防疫期间多多接触园艺，其实也有身心疗愈的感觉。市府公务局养工处从去年12月开办园艺课程以来，透过每个月不同的主题，将当季的花卉装点成家中最美的摆饰品。4月份的主题是幸福野餐派对，用了哪些花草植物，带您一起去看看。这个名为幸福野餐派对用花卉打造的拼盘，选用了天使花的紫、日日春的红，搭配常春藤的绿，还有五彩石竹和嫣红蔓等花卉，让原本平淡无奇的餐桌充满了幸福的色彩。这个是养工处在4月份推出的园艺课程，希望透过小巧可爱的花艺教学，让生活增添绿意和情趣。办一场就是园艺教室，它的主题名称是花卉拼盘幸福派对，然后我们的课程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布置餐桌上的花艺，然后所以这个主题是幸福野餐派对，是教导如何去布置这样的一个餐桌花艺，放在餐桌上增加一个用餐的一个氛围。运用花草植物绿美化环境，市府养工处从自家场域开始，这些在办公室走廊摆上的除了草盆栽还有浮木，都是从左营和南子苗圃培育的，只要稍加利用花器和摆设，就能让空间焕然一新，成为洽公民众驻足欣赏的室内造景。目前看到的这一些盆栽就是属于地面上的，是我们左营苗圃的同仁，大部分是由他们自己培育然后养护，每个礼拜他们都会进来摆设然后带回去养护。养工处从去年推出的花艺课程，将当季的花卉设计成不同的主题，引领民众进入花草植物的园艺世界，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每次开放报名就秒杀，目前采线上报名为主，试办期直到今年6月份，欢迎爱花人士把握机会。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这一阵子因为全民防疫，很多社群网站流传不实的讯息，造成民众恐慌，像是争先恐后的抢购口罩还有卫生纸。面对这些讯息的内容，阅听者该如何分辨讯息的真伪？学者除了呼吁大家要慎选消息的来源，也期待新闻媒体能够自律，并且对报道的内容善尽查证的责任。打开电视、手机，各种讯息不断涌入，民众眼球忙着接收，大脑真的能消化吗？新冠肺炎疫情发烧，全民防疫期，除了一开始的口罩之乱，后来又传出卫生纸囤货，连大卖场也涌入抢购人潮，引发这些社会乱象的原因，民众认为就是假讯息太多。因为资讯很多，可是资讯也不是很明确，然后导致大家无所适从，对，然后有很多莫名的恐慌。纸浆还是什么原料是一起的，所以要大家鼓励大家购买卫生纸。我觉得那样的讯息有被政府有看到，然后并且有去罚款啊，防范这样的讯息传播，我觉得是好的。为了替消费者权益把关，在防疫期间，消基会南区分会委员洪慧阳教授除了主动搜集媒体报道讯息，也针对内容进行实验，希望透过亲身测试将结果分享给社会大众，同时也呼吁大家一定要慎选新闻讯息的来源。消基会呢，在消费者杂志里面最近这两期都有报道那个新冠病毒怎么防疫，有一些相关的防疫资讯其实都还蛮好的，真的值得一般的民众一起来参考。如果说你的这个消息，你经由你的 LINE， 经由你的脸书，你这些通信软体，然后你传播给其他的人的话，其实你也兼具了一个我们把它叫公民新闻这样子，这种所谓公民记者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必须是100%的查证。在资讯爆炸的时代，为了协助阅听者有辨别讯息真伪的观念，庆良港都有线电视除了与大学相关科系合作直播媒体试读专题报道，也举办多场宣导活动，希望加强社会阅听人媒体试读的素养，不转传假讯息，也不被垃圾讯息所影响。
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度到29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18度到26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18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15度到25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